我们的口号是计时录下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行游路上计时录下，主角蓝莓泡酒，配角圆葱，友情客串酱油，导演德里克颂，昂首走在购物的大道上。一，圆葱拿下。二，新酒拿下。三，酱油拿下。回车。左边1.8升海带酱油价格为599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6美元。右边圆葱3900，360毫升蓝莓泡酒1550。